那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段经文，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在讲心法。五蕴中就是先举这个色蕴，其余的四蕴也一样，如色蕴是虚妄不真实，所以当体皆空。我们曾经举过好多的例子，这个受啊，这个受，清净受，当体是不是就空？受就受了嘛，痛也就痛过了。痛的当下呢，你要知道，这个痛的这个当下也是空。那现在痛的这个觉受没是非，所以可能你打师父一下，师父会说：“哦，阿弥，阿师父你也听没？哎，哦。”对不对？说啊，哎、欸，你那没救哦，救，听懂吗？哎、啊，你老是慢半拍，其实谁来拍？众生就是这样啊，解释，解释，再解释。要强调某一种，当你修行到用上手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前一拍后一拍啦，就是这样，就这样而已啊，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当体皆空，受是这样啊，你想是不是这样？你想，他一直在想一件事，像有的人呢，想着想着想着，头都低下来，都脸都歪一边，相状就这样，你就明明知道他在想，你来个牵结哈，他就断掉了，对不对？你给他突然之间打一下，他就断掉了，他就断掉啊！哦，你干嘛？他跟你骂。他都忘了想他如果继续想，他就不知道你打他。色法跟心法要转的时候，都是回到空。你看哦，你在想，那我就过去打你一下，然后在你耳边叫一下，嘿，啊，能想忘哦，嗨，我没想完，那是要求完美，我要把它想完，对不对？想完不会开悟，我跟你讲，哈一声才会开悟，那就是修行有些时候。有一种功课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哦，做到我好累，哦，想天也不行，怎么那个放掉，怎么开悟？念佛也是这样，禅修也是这样，坐这个听啊，师父哪个马公好痛好痛好痛啊，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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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到不行啊！就两个动作，第一个就是把它放掉，第二个就是差不啊，细嘛个细，就是安尼，全袂疼。很多，这是用任何法门，其实它都有一个高峰，一直达到达到无法再忍受，精进精进精进到饱和，饱和之后。只有一个佛，就是那个佛佛佛佛佛到最后杂思杂想都没有，杂思杂想都没有。如果还有清净的觉受，那是境界。如果一直佛佛佛到最后，就是那个清净不念了、啊。那就念佛啦，
就入实相了，那那个色蕴就没有了。而这个色蕴当下你没有感觉，禅修何尝不是呢？禅修也是一样，禅修先修是四蕴呢，先修那个受想行识，对不对？好，所以根本来讲啊，四蕴也是借众缘，就是六根六尘合合而成的，它也没有自体，所以也就是空。所以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刚刚想到想，在想啊，你突然给他个大转机，那个想是会断裂。但是众生啊，因为对于我的保护性很高，跟那个完整个别完整的要求其实是设定好的，设定好，所以众生在你切断他想的时候，他想的时候二两个动作，一个是要追那个前面的想，要延续它，另外一个就是进入到你现况的对应的这个色法里，从色法里面去产生对应，然后会把过去的想拉到这个色法来贴一起，变成这个反应里面是拿他的过去的这些东西来责备来反应。那小孩子就不一样，小孩子哈，他没有过去想的这个东西，他或许想，可是他不是意识一直保留他。所以小孩子你看他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哭你就往弄一个非常有意思他喜欢的东西，然后在他就马上引起他注意，他一转过来马上笑，那个就是每个现前现前现前的一念都变成是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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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当下起当下落当下圆满。我们说气理容易啊，气机难。这气机这一块啊，就没有分高下来，就没有。那气机的同时，那个理也不会因为我们说多或说少而它改变，因为说法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六根六尘合合啊。不要用意识心，那就能够把这个实相的道理借由一些让大家从侧边去领会，然后自己去体得。那这个就是说法者的自在，也是听法者的自然。这样听法是不是比较自然啊？接下来我们要了解这个下一段经文。舍利子啊，就舍利佛啦，观自在菩萨非常亲切的在叫他注意一下，就是在延伸啊，在延伸这个五蕴诸法。所以他说，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先讲这在心经里面是讲六部啦，他是讲这个六个部。那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从前面延伸过来。因为从前一段的经文讲到色空不二嘛，就是为了遣除所有不同的执着。那这个地方要进一步，要显诸法的性体，
所以强调一下，跟舍利弗讲啊，是诸法空相。这个是就是讲这个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如果以具体说，这个经文的转成就是讲啊，这个就讲前面讲过的五蕴啊，那后面的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四谛法，这些诸法，这法词，这就是诸法的方便语词。那如果是讲啊，是诸法空相，这个是是什么？这个是是什么东西？那是是什么东西？你哪把高音？这是是什么东西？实相没有东西，所以诸法不是东西。所以诸法空相，空相就是中空实相。如果以刚刚的解释来讲，有这个法，那那些都是因缘方便所给的。这里给同学补充《大般若经》里面一段，《大般若经》卷第四，他提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如是观：菩萨但有名，佛但有名，般若波罗蜜多但有名，色但有名，受想行识但有名，眼处但有名，耳鼻舌身意处但有名，色处但有名，身香味触法但有名，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但有名，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但有名，无名但有名，形式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但有名，世间法但有名，出世间法但有名，有漏法但有名，无漏法但有名，有为法但有名，无为法但有名，为有情乃至见者已不可得空故，但随世俗假立刻名，诸法异耳，不应执着。是故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有我，乃至见者亦不见有一切法性。好，这段这样念过，同学可以了解吗？所以这个是诸法空相。这所有一切但有其名。那这个名啊，以俗谛而言，那也是必要的啊。但你在修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你要只认真俗不二啊。俗谛是空，那真谛、真义谛，它的妙也就是空。那语言文字的这些东西，没有生灭啊，也没有垢净，也没有增减，因为这是一个表达的过程而已啊。今天如果在你的桌上，你叫张三，写个字条在你桌上，张三王八蛋，这张字条其实它没有什么是非，这些字不过就是原子笔
画出来的线条。可是张三看到这个字条的时候就跳起来。如果在你的桌上再放个一张张三我爱你啊，春情荡漾也是一样，一张纸张上面用签字笔的墨水画出了几个线条，那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个玩笑，就诸法空相；如果你揣测有一个对象，有一个我，我被讨厌，或是我被爱，这个时候生灭就出来了，垢净就出来了，增减就出来了，完全出来，从这里出来，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从这里出来？都是因为这里出来，这是诸法只认空相的时候，了解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实相。这五蕴诸法其实是缘起的一种现象，就是从清净真如里面缘起。那你如果知道所有的一切，哎呀，是这里当体真空实相，如果这样的话，这张字条写的人是谁，爱你的是谁，讨厌你的是谁，大概也不会起什么生理反应了。可是你会知道讨厌你的是谁，爱你的是谁，会一个头两三个大，会不会？凡夫会啊，怎么不会？谁讨厌我？我到底什么会给得死掉伊？对不对？谁爱上我？哇，这下惨啊！那是好还坏？其实这是自己心中产生的可以勾跟被勾跟勾这个东西，对不对？如果你真的去知道一切因缘法哦，这是空哦。我既然是空，谁爱我管他爱，谁讨厌我管他讨厌。当然你要先基础上是如法如律哦，刚刚有讲啊，你今天不能忘记这一句哦，然后断章取义哦。这基础上如法如律是真实实相，因缘果啊，这是以实相论的。那所以不用使之生，也不用破坏它使之灭。那也不需要用般若智慧来关照他的时候才有啊，没有关照他的时候他就没有。其实你本来就清净的，你本来就没有这些生灭的这些东西，那也不是染了他才会净，也不是你要洗洗他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让他洁净，也不是恶缘的时候那你产生了什么的增业障增，然后善缘熏修的时候产生了业果的减，这个上面同学也要有所了解。你的心发到哪里，法身就走到哪里，众生就能度到哪里。你心没有发到哪里，那个众生跟你就一分为二，你就有你我他的分野。所以
发菩提心之后就没有地狱，也没有恶鬼，也没有畜生，所以就叫度。实相离体，众生都是一样的，所以当你发菩提心，你就知道这个所有一切众生跟自己是没有两样的。如果你能够体证这个空，就告诉众生这个空。当你不排斥地狱恶鬼畜生，就是你法身的光明照到地狱恶鬼畜生，这就是佛。佛一定有这一愿的，没有才怪。这样听得懂吗？那这个上面其实实相亘古而不变呢，历万劫而常如。那我们看身佛一体，凡圣无差，在哪里可得到证明？在世尊成道的那一刻，在世尊成道的那一刻呢，大家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就是魔或许呢带着很多很多的魔兵魔将来扰乱世尊。那世尊呢，他用清净，他用清净大慈大悲啊，视众生为一体。当然这上面你可能讲说那个佛是悟后才了解这个点，所以他在悟前应该不了解这个点。那既然不了解这个点，他怎么有办法用这个法去对治他？但是你越是读佛开悟跟佛在过关的时候的所有的一切，你就会发现他是进入空，佛是进入空。所以任何魔进来的时候，相而非相，是相而非相。所以在这上面他没有启动意识，所以过来的所有的相状他没有恐怖颠倒，他的当体安住，在安住的状态之下，这些幻象自灭，所以他才成佛。但成佛你可能会想说，那如果有真的某一个魔或一只狗这样走过来给你咬下去，给你撞上去，那佛不就倒了吗？对不起，成佛是心成佛。啊，这个心成佛是他看到色受想行识是虚幻，而你表色或无表色，比如说魔他是表这个色还是无表色。如果以世尊当时在菩提树下两腿一盘的这个禅修状态而言，在境界中似乎是表色，似乎是不是表色，对不对？可是他知道色是空，所以他很清楚的是，他很清楚的是所有一切都清楚。我现在要讲这个点，一切都清楚。有一个打坐的，有一个正在打坐的悉达多啊，这个打坐的悉达多是空，有一棵菩提树，这个菩提树的这个场、这个环境、处所是因缘法，是空。有一个有境界现前啊，这境界现前是美女啊，是恶鬼啊，是等等的，这些现前的境界是心法，是空。这所有一切皆是虚幻不实，而这些虚幻不实的中间通通不住，法也不住，盘腿数息是法，相也不住，坐相菩提树相也不住，现前的境界的这个相状
也不住。当这所有全部明白，明白，而全部不住，所有的一切回到实相中，那这上面全明白而全不住，叫证菩提，这叫妙哉实相。因为我们修行常常会在某一个点，那个点就是有根、有尘、有事。当有根、有尘、有事，它就一定有诸法、有生灭、有垢净、有增减、孰强孰弱。当你这根尘事，当然这是属比较后面的，当你这个根尘事都知道实相里毕竟空，纵使这个主体，也就是这个人呢，世尊当时的这个悉达多的这个人，或是这棵菩提树，或是这些魔镜，当有一墙肯定他的时候，对方就存在；当有一个我就必须靠着菩提树，我坐在地上，我现在禅修，有好多境界过来。当有一个存在，所有一切皆存在；当三方都存在而是不存在，存在而非实在。当你知道一切存在而非实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空间跟意识的这些东西，就通通消融。而这消融，这消融的当下，就叫泯觉群情，脱落诸见。他没有繁盛，没有修正，没有因果可言，就是在内心里这些东西没有了，就会进入实相的离体。所以我们在讲说诸法实相，就是你要丢掉世俗的所有的一切。那这个上面这是总解释啦。其实这些因缘因缘的这些东西，当你把它落差拉得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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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进入到很遥远的那个距离感。可是当你看到这些，其实就是由这里产生出来的距离，然后众生跟自己就拉得很远。当你看这所有都是一样，那你看到它的体性，这个清净啊，清净的真如，你就发现生佛是一体，凡圣无差。而自己啊，只要这些虚妄之相发现这些虚妄之相，然后你缘聚，那你取这个妄见，你就有生灭。那如果你不取这个妄见，就回到清净之中，这里面呢、啊，就是真实的中观了、啊，就真实的中观。这样子解释，同学可以了解吗？这佛性啊，我们讲应该果海啊，就回到讲这个菩
菩提心啊，就是我们原来的体性，而智慧德相，就我们体性所发展出来的作用。因为我们的体性啊，就发菩提心啊，在过程里面强力的呼唤起自己，用菩提心作为代号，那用方向感来让自己无限扩充。那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执着，当你放下执着，那你就会现出你原始的佛性，那未完成叫因。可是当下当你证得这个因的时候，其实也就是站在果。那后面行因，其实也就是果。这个五蕴十二处，也就是十二入十八界，是凡夫所迷之法。也就是因为凡夫啊，没有办法了解生命的缘起跟一切毕竟空的实相之理，所以佛把众生的心意识的运作细分为色受想行识，来解释于我们生命活动的要件。那对于众生的色身上面结构组织要厘清，所以用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来让众生了解里外对应的关系。那对于我们人会有一个意识的这个东西，再配合于十二入而有十八界的细分，这些呢都是应众生之机，所以所立之法。这个就是凡夫所迷的各种层次。所以佛呢在开眼的时候，其实主纲要是四谛十二因缘。那四谛十二因缘就是苦集灭道，十二因缘当然从无明一直到最后无明啊。这个开始所阐述的是圣者所修之法。那我们看这个生灭会有生灭，只要你存在意识所及所感受的看到的环境里面的所有都是生灭，所以运入触界就有生灭生灭。那如果我们比对于佛法里面的四圣谛啊，这些谛实的道理，跟你所处的生命的时间空间认知的这个部分，就有分谛是净的，缘是垢的。所以我们会有在环境中有染污垢浊之想，而没有办法真正超越，所以有对于四谛这真理的部分有一种超然的净的这种定义解释放在心里。那对于增减呢，众生呢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它会有此起彼落，此消彼长，那内心变化的过程会看到有增减的智德。也就是如果迷真逐妄，那就在生灭法。那十二因缘里面讲流转的时候苦集二谛，这个就是世间因果，我们称之为垢。那如果还灭，懂得回光返照，倒推回去修持的话，这就是道跟灭二谛，这个就是出世间的因果，称之为净法。所以这个染法跟净法，也就是垢净里面
是没有办法完全消融。那菩萨在修行的时候，他对于自己，不管你是知解上的体会，也会有所谓智的增加。那对于自己内心啊，不再浮动跟过去一样无明习气的分量而言，会感受到自己有断惑了，所以在惑跟杂染习气里面感觉上是减了。那这个地方呢，是要破除这种对论的二分法，所以谈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要凸显啊，直接说明，不能讲凸显啦，应该是直接说明啊，说明这个实相的离体，它不是凡圣修正而有的，也就是真理本来存在，清净真如本来不失。那因果这些呢，其实它本身是波蕊登空，所以要拔脱这种见敏觉这种迷。这个再回到曾经跟同学分享到，世尊所说的因果是实相因果，而众生落入的是知见因果，也就是世尊所谈的是行为从有一直到空中间呈现的互相来去的这种相状叫因果，而众生呢，把这个因果套在自己的身上，从恐惧中的比对以及承受上的压力而言，因果变成了是一种极大的束缚。殊不知这个是就实相清净而说，而众生落入因果论里面的思维法。那这里面只要你抽开抽开这所有与自己意识跟黏附留下的任何一种定论，这些就可以知道，只要你丢下这个定论，了解实相的真理，那这个其实就是真空，那也就是实相。那我们会有出障为境，随流为垢，悟实开悟的时候为增，迷实为减，这种虚妄之相，其实这都是存在众生间。所以如果你内心有这些聚合离散啊，生离死别啊，互相来去啊，或是觉得自己现在干净了，之前很污秽啊，我智慧多一点少一点，这些都是在自我脑筋里面的加减分而已啦，这个就是自我的分别。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再重述很多，因为之前已经讲过。那你如果对于自己知道的生灭垢净啊，那这些的分别，要想到修行里面，那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是不是就要无分别？这个地方的所谓无分别，其实是从分别而来，也就是众生呢，是用意见、意识在分别。那分别里面呢，它会对于所有的一切纳受之后了别于心，了别于心，知道如法如律，所有一切是在因缘中，什么是最好的、最好的相状？那这个最好的相状的抉择，这个分别不加以是非，而能简别，这个是智慧。而对于简别后的答案不执着，叫做不分别。那很多人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那我吃屎跟吃饭没什么两样，你会抉择吃屎还是吃饭？答案只有一个，答案是不是只有一个？
所以你说那我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我是不是要去吃屎来代替吃饭？其实世尊不是要你吃屎或吃饭去做一种绝对的心理的解释，他是跟你讲说，你呢众生呢，你在所有心意识的运作里面，它保持它的功能的分别，而细细的到最后了解它的实相，了解它实相之后，不再对于你所了解的这个东西加以强力的执着，那你了解了，这个叫智，它是没有是非的，在这上面不再有法执，这个叫做不分别，那这个就是超越了垢跟净中间的分野。那我们的不啊，不垢不净啊，这个不其实是要对于垢跟净有一些提升的啊，这个提升的了解，这总是语言文字啦。那我们如果对于内心产生的一念，自己会去看，哎，我这是坏，我心中使了坏，那我心中有了某一种对立关系法，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内心的啊这种垢。那如果你今天心中产生了对世界的赞叹，那对于他人所有这个功德事啊，利他的事情的一种赞许，那心中产生的这个念的时候，你到底要定义它垢还净？你要定义它垢还净，这个是好的呀，对方做的事都是好的呀，我赞叹也是对的呀，那到底这是垢还是净？到底是垢还是净？刚刚讲我使了坏，我有某一种对立关系，那垢好像很容易分，对不对？那这个净呢，到底这是垢还是净？明明是好的呀，是垢还净？其实看残留的情形，是看残留的情形，不是在看你中间，你中间知道这个就是菩提心，那这个就是实相，那这就是无为功德，对方是无为功德或有为功德，你只要内心读的时候是这个实相中发起清净菩提心的所依喜，而没有残留，它就不属垢净啊。所以垢跟净其实跟残留是有关系的，对不对？那你说好，那我刚刚的一念，我使了个坏，我有个坏心眼，我及时回光返照，然后惭愧忏悔一番，发怒又发了愿，到底垢还净啊？是不是由垢转净，还是算残留的问题？最后你就会去看那个残留的问题，那残留的问题就是不住，如果没有，是不是就不住？不住，你本身的清净的体性上面会不会洁净？会洁净。经过这一番的时候，染跟净、垢净，其实两亡啊。如果两亡之后也没有残留问题，是不是就不垢不净呢？何谓垢？何谓净？这个时候只有这个清净的清净真如安住于寂然当中，那就对了。所有的做法其实都是这样的。那这里呢，这一句啊，当然是连结着，连结的前面呢，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一段讲完之后啊，总结啊，总结，因为舍利弗还没悟开呀，或是由他对
来作为当机重，所以再把前面带引到后面，细分事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个呢，承上文，起下文，所以事故。那事故要讲下去，其实要讲很远，就是后面所有的经文一直到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啊。那这还有一个结尾。那我们在看这个经论的这一段啊，为什么要开出事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然后第二个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然后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是为了破众生的妄虚妄分别。那这里面就是要破我们凡夫的我相。事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是在讲实相无相，毕竟空里面就没有所谓色受想行识。那这开始呢，这个谈到的是五蕴。这个五蕴呢，是对迷心重者要破五蕴。为什么迷心重呢？就是有的人呢，在心理精神层次的运作比较活泼，对于物质界的看法比较统归于因缘，但是还是会在这上面有一些连结。所以先对于迷心重的说这个无受想行识。那有的是迷色重，迷色重呢，就是对于物质界马上就直接跳到物质界跟自己的关系，而不会回归去解读自己心中在这个对应关系之后留下的东西，残留的。所以对于迷色重的，就从根尘上面去开眼，而让他明白，那个就是迷色重，迷心轻，破十二入，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音相位触法。那有的人是心色并迷，就是为外面的物质界那跟自己的关系马上就有了许许多多的残留。那对于自己解读出来的意识层次的这些东西也并存，所以对外界有意见，对于心里放不掉，还是这个剑强得很。对于这种的众生呢，就说到十八戒。首先对于迷心众要破五蕴，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凡夫执着有我相，那这个我相就是色法，那执着就是心法，所以统说不出心色二法。那比较着重思想，只要什么对应下来之后，就会执着那个虚妄缘影留下来的东西。那这种人多不多？这种就是精神层次的人，他物质上尽猜尽猜嘛，鬼就厚啊，但是非常的着重精神粮食啊。那修行啊，其实想要修行的时候好像都这样诶。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觉得大家是不是这样，物质尽菜啦鬼就厚啊。那精神呢，是不是比较着重？那这个精神的着重，当然以众生他是执着精神的个别的追求跟个别的自我意识，然后修行人他会轻这个色法，而重这个心法，这个心法是着重在法的心法，对不对？是不是略略不一样啊？转向，他就是要洗自己的受想行识的这样子的心法，所以也是心色二法，但是他的走向不一样，一个是
结构五蕴，一个是要拆解五蕴。所以凡夫呢是结构心色二法的五蕴，而修行人其实是把这个色法放轻了，只要能活就好了啊，那心法呢就是为了拆解那个五蕴的后四蕴。那我们知道自己处在什么状态，它拆也拆得干净啊，那拆了一点点东西就在晃啊晃啊晃啊，强调那个东西就叫法执了。那讲到这个佛陀啊慈悲，所以他用善巧方便因人施教，那告诉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所以总说啦，总说这个无就是在讲超越，那要讲毕竟空，就是真空实相里面并没有